手都发光，他的手也会发光。别演那么浮夸，不要做太大的反应。有的都是掉了，我在这拿的时候，我在看了一下，我就想，哎，怎么回事儿？好亮，亮女，你要去哪？亮女，对，魔光普照，我后面。这从很远的地方进来，我一看到，哇，好亮啊！咋回事儿啊？这生气被你撞啊？把墨镜拿出来戴上，然后跟他聊天。那还被我戴上，我看到韩式那种。不是，我看到你，我就把我的墨镜拿出来就戴上。你怎么回事？这个身体。我给你那个鼻子包，我的西装一身都是在这儿。然后你好可怜，你竟然过来拿，要加点。就是要不要给我？我就想说，哎，你应该怎么样？因为我看着你嘛，你说你这么乖，那你去，你什么？离椅子那么远，全程过来。